影响你速度的因素。计时赛开始。那等一下坡度的地方会，余教练会带大家爬坡，所以那我就带大家，我们来感受风。首先，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， 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， 所以我们分成三组，我们可以轮车，只有领头的人才需要尽全力，我们可以在后面休息。可是每个人都会轮流领头。那等一下呢？我们随着时间越来越久，即使我们有休息，可是你的脚还是会酸。那么，我们怎么样模拟这酸的感觉呢？就是我们教过我们的努力，让你的脚越酸，想到要带着你的队友往前进，你的脚需要更用力的迈出它，绝对不能松懈任何一脚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先从85开始。85是一个还算可以的转速，我们先试试看85的转速，推到你觉得85是累的。然后记住那个阻力，你的85阻力是多少呢？那就要开始踩喽。好，记住你的转速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们要用这个转速踩三分钟，踩到100转。好，踩完三分钟之后呢，每一组都要跟上，不能有一组漏掉。所以第一组踩完三分钟之后呢，把阻力降低，降到你轻松的阻力，然后继续快踩100转跟上。85试完吗？好，那我们踩完85之后，我们要踩80转，踩到90就好。来，那行，你试试看，你的80转是多少？一定要比刚刚的85转还重哦。不知道，阻力强吗？现在在那里试阻力跟速度哦。对。所以你要记住，你有一个85，一个80，阻力都试完吗？记得，当你越用力，你的队友就越轻松，你的队速度就越快。好，75，最后一个阻力，75转，记住你的三个阻力的三个转，三个阻力。85，70。记住了吗？好，我们回到天堂，大家都到最新的阻力去。你可以二，或是你可以三，但是请你不要一，一你一定跟不上。对，环境继续再说。当你跟不上大家的时候，你就永远跟不上。每个人都很卖力的在起，你们这是其中的一个人，加油！那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好，要关灯吗？啊，其实这样也蛮清楚的啊。你们要看转速吗？一定要看转速踩哦。我要看时间的，我没看时间，他不会死掉。好了，大家都很幸福，对不对？现在第一组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好，预备，小胖，你要领旗呀。好，开始。你要骑到多少的速度哦？23组，维持你的100转，轻松的100转。
没有保留。